但是呢第四节他是一直坐在板凳席上面。篮板球不错，对，洛夫顿他是有一个个人持球进攻能力了，上来之后拿到本场比赛第一分。好传，看看 DJ Wilson 外线三分也有了，这球洛夫顿通过个人的进攻，洛夫顿漂亮，洛夫顿的传球意识非常棒。再转移李洪权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还好这球这个球啊，真的是运气不错啊！李洪权篮底下两分拿到，这球洛夫顿还是传得很到位。对，这两次防守，再来一个天龙，天龙两记三分，拉开来之后呢，洛夫顿来顶范子铭，假动作，好球！这个他还是拥有非常好的技术。下半场回来之后呢，还是看看两队攻防，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差点又失误、啊、哎，好球！快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球呢，虽然让杰曼啊、范子铭、曾凡博、翟小川、雷蒙篮底下强杀，对，几乎感觉上是没有角度，高度啊也并没有特别的高。对，又一个二加一，洛夫顿来了，自己上。今天袁腾文说实话，在有限的比赛时间里面，他还是能够把自己特点发挥出来。